正在准备着最后一场的表演，那么现在有一点时间，大家又争取时间的好好休息，等一下就有更好的演出。大会要送上今天的这场武艺演出，让我们以剧烈掌声来欢迎 We Are Dragon Academy 大众武艺为大家今天晚上拉开序幕的表演，掌声有请。音乐团队，演奏成功。